嘴。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是咱们全程直播啊，打的黄辣丁，有结网打的黄辣丁啊，不错啊，漂亮啊，可以啊。再搞一点小龙虾，嗯，搞个毛蟹，就搞了一个毛蟹。然后这边是鲫鱼啊，大鲫鱼也挺漂亮的啊。嗯，大鲫鱼啊，可以啊。然后这是黑鱼，要不要再猜一条黑鱼？上次那个黑鱼啊，已经发过了啊。我可能是语言有点那个啥了，让官方给我屏蔽了吧那个作品。然后今天咱们猜这条黑鱼啊。猜出来包邮到家啊，上次是河南的一个老哥啊，把那条鱼给他了啊，他猜对了啊，猜猜这条鱼多大，这条黑鱼多大，猜对了你出邮费我送给你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关注我啊，关注我，一定要先关注我，关注我了你才能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你都不关注我评论那么多评论了，我找不到人啊，你没关注我，尴尬啊，尴尬啊，关注我，逮鱼咱们也直播啊，关注我，到时候看，我明天就出这个鱼是多重啊 ，OK， 干你完了啊。